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T 财智 Talk。最近市况继续波动啦，无论股票以至系债券其实个回报都真系我谂大家都个心都实晒啊，睇到吓。咁好多人问啊，究竟嚟紧有冇啲安全少少嘅资产啊，又或者可以避入去噶？有冇啲有息收嘅咧，令到自己可以瞓得着觉？所以今日咧，请嚟身边 Global Voice 嘅 Dennis 上嚟同我哋倾下偈。Hello， 你好。